寡人未将流言蜚语告诉你，是压根儿没放在心上。太后的事情，寡人会亲自去解决。但你私自离开，寡人非常生气。子楚，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 想什么呢？那么入神。我亲手给你织了一件袍袄，快试试看。不要。怎么了？好了。 我好累啊！那你歇一会儿，好吗？可我饿了。那我命人去准备。我想念从前，你亲手做的桂花蜜糕。这个世界没有桂子，但你一定藏了桂花酱。那天，我亲眼瞧见。 皓兰，来人！皇上，这个时辰，王后去哪儿了？寡人问你，王后去哪儿了？皇上恕罪，王后听说外面的流言了。 母亲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回赵国。或者你不喜欢，母亲就带你去楚国。你还记得我从前跟你说过，你的外祖母是楚国人吗？我是太子，就应该待在王宫里。你入宫以后变了许多，从前不会反对母亲的决定。母亲说过，我不愿意的事，就坚定的说不。你也说过。 绝不会将我当小孩看，会尊重我的决定。我要回宫，现在就回。不准！拜堂人喽！我要吃糖，停车！拜堂人喽！这儿，来尝一尝，尝一尝。 就知道买糖吃，跟我回去。不，跟我走。不回去。走。不走。去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去。这儿。 过来，父王，这儿。父王给你准备很多糖人，就放在你的寝宫。跟父王回去。嗯。给我一个。走。请皇后回宫。
过来。寡人命令你，立刻过来。过来。啊，子楚。第一项，罚你不顾王后身份，违反宫纪。站好。站好。把手伸开。把手伸开。第二下，罚你不守妇德，抛弃夫君。第三，是你有错在先。你明明知道流言蜚语，却没有告诉我。总之，这次我没错。太后为难你，你问过寡人了吗？私自带寡人的儿子离开，你问过寡人了吗？碰到半点不如意，就要抛下丈夫，啊？还不知错？啊！我错了。认错也没用，你犯的可是滔天大错。那你打吧。既是夫妻，为何不能给予信任？子楚，你那样尊重太后，若我背后告状，日子久了你会厌我。寡人未将流言蜚语告诉你，是压根儿没放在心上。太后的事情，寡人会亲自去解决。但你私自离开，寡人非常生气。子楚，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我错了。咸阳城坐西朝东，以东门为正门。今晨，你们的方向走反了。